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奢品冲锋，我是冲哥。宇国表诞生于1980年瑞士，创建至今不过40年，与那么多老品牌手表相比，绝对算是年轻品牌。不过宇国表虽然是新锐品牌，但影响力却不输于老品牌，是世界首家融合贵金属和天然橡胶为原材料的瑞士顶级腕表品牌。它的诞生无论从制表材料还是腕表所诠释的独特美学，在钟表界都掀起了一场革命。宇国表倡导的品牌理念是融合的艺术，涵盖了贵金属与珍稀宝石和天然橡胶等新型材料的完美融合。 Hublot 是宇国表的法语，意为船体侧面采光用的悬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宇国表大多使用多金属集合体，造就厚重的表壳，重金属感非常强烈，这在瑞士腕表的设计中极为罕见。魔法金就是一款由宇国表与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联合研发的黄金与陶瓷复合贵金属。这种独特的 18K 合成黄金具备前所未有的超强耐磨能力，有效解决了高级腕表的金属表面在制作加工和佩戴过程中广泛存在的划伤和划痕问题，堪称世界上最坚硬的黄金。橡胶表带是宇国的又一重大贡献，为了缓解表带给手腕肌肤带来的不舒适感，经过多年的研发，开始大量使用橡胶，为佩戴者带来无与伦比的体验。这一技术打破了瑞士腕表的一贯风格，带动了一股奇异的时尚潮流。即使是最高级、最传统的腕表，也开始引入橡胶技术。复兴与征服的精神，贯穿于宇国表的营销理念。宇国表是第一个瞄准足球的钟表品牌。在成为英国曼联俱乐部的官方手表后，2010年世界杯上宇国表风光无限。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手表，在马拉多纳的手上熠熠生辉。除了足球，2012年宇国与法拉利达成协议，成为其制表合作伙伴。每年宇国都会发布1至2个法拉利特别系列，并在法拉利所有全球盛会上出展。宇国表的革新制表科技与法拉利的顶级赛车品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